北港后援会二十号将要到台北来，我参与邮政来欧马一年一度宴会了景，要启动进行大批后援信徒也拢无因素进的工作。因咧算讲要放宴会啦，吼、哦，因咧扩大六间个大楼咧啦，啊，算讲邀请咱马祖去做客，佮顺便闹景，啊，顺便邀请咱后援工去闹景咧。好年正个十五叫出来，安尼叫出来闹景，啊，是拢普通是拢人有邀请。哦，马祖阿哥好爷叫出去绕境安尼。因为廖天江好爷公并无随便出庙门参与绕境，然后有公邀请，有人爱得到好爷公的应准，所以每一届要出门绕境的事情工作拢真慎重。整理轿啦，啊，整轿啦，啊，盖轿钱啊，等者请好爷公出来安尼，准备明仔半暝出发安尼。啊，就一人每部门看要做啥物工作，大家来啊，就交代做工作安得啦。坐轿爱跋杯啦，坐轿的时间都拢爱跋啦。啊，要处理的时间，就看几点从马祖几点出门安尼。进轿看时，先请后爷公出门，各项动作拢爱步步来，要真正的代表意义。像这新轿顶挂轿，做除了结合作用，也会当伫了进了后，互信众提灯的保平安。嘿，挂伫个轿的悬顶嘞。都开山好地下地啊！啊，对啦，像讲出去到境了，有放炮嘛，吼，吼放放的了吼，啊，若有当时啊，因为怎啊大陆包啊，才会倒位，有当时会倒位，啊，若无倒转来吼，就是都落在会员，大家等于囥到厝内保平安安尼。廖天江好爷公廖敬石炮是北港宗教文化一大特色。二十号好爷公出门参与游宫廖敬了后，收落来鼓励三月十九北港马廖敬更加是精彩亮点，欢迎民众热情参与。记者李克山，差不多。